2003，我就跟着那个迪妈去台湾，我终于可以跟上人面对面了的，因为我没有看过上人嘛。我们那天晚上的时候是跟上人一起中秋节，他的responsibility 啊，真的很重，有这么年纪了，还可以把这么多的事情把它做得很好，所以我很会珍惜我一秒钟。有什么目前要叫师姑去做，师姑一定自己种你的福田，自己的我能做的我就做到最后的口气。师姑是很近的人，我不会怎样跟人家沟通，感恩上人每天那个熏法香，师姑也是有听，要多闻法就会改变我们的智慧成长。我改变就比较有胆，我做东西会有智慧，比较没有这么近能跟人家沟通。连有时师姐他们说你能分享吗，因为我会记得上人讲要多分享，所以我就学习多分享。我的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上人是生病，还有那个针插着他的手，那个时候我真正的很感动，也蛮很心痛。我那个时候是刚刚验到有癌症的时候，在阿拉斯加的那个入境站，那个是师姑一看到他们报名我就报名了，我没有想这么多，因为我会记得上人讲做就对了，所以师姑就赶紧走进去。要去表演的时候，师姑也是不是很师傅上人讲有缘就有力，所以我会把握当下这个姻缘，我要把握，蛮高兴，也是圆满。